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本州岛宫城县母鹿半岛东南偏东约130千米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发生 9.0 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仅为24千米。这也是日本有观测记录以来第一个震级超过9级的地震。日本气象厅在地震后3分钟对日本多地发出海啸警报，强烈的地震引发了极为剧烈的海啸。据调查，此次地震引发了最大速上高 40.1 米的强海啸，席卷了日本本州岛东海岸地区，特别是距离震中最近的福岛、岩手、宫城等县遭到巨大的海啸袭击，大部分离海岸数千米的地区被海啸淹没，使许多沿海城市与人造设施遭到摧毁。强烈的海啸波席卷太平洋，海啸波甚至抵达了南极大陆和南美洲沿海，我国东部海域亦受到影响。此次地震被称为东日本大地震，这是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因为东日本大地震的地震发生在海上，这次地震虽然震级高，但地震对于日本本土的影响并不特别大。地震的主要破坏都是源自于地震诱发的强海啸，即便是八年以后的2019年，受到地震海啸袭击的日本东海岸仍未完全复原。比如因海啸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至今仍处于危险中。对于日本来说，其处在太平洋西部边缘地带，太平洋板块与其他板块形成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正从日本全国经过，也就是说日本本土其实都在地震带上。历史上强震和火山喷发无数，可谓地震之国。无论是本土四岛还是国内的东京、大阪、札幌等几大都市，都其实是面临着地震威胁的。在历史上，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大地震就袭击了大阪神户都市圈。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有五分之一的建筑遭受严重毁损。2018年6月，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曾针对未来30年内活断层和海沟层的强震概率发表了预测图，大幅度修改北海道以东海域千岛海沟的潜在强震评价为 8.8 级以上，也就是说接近东日本大地震的强烈地震威胁就埋藏在日本附近。而这一威胁的存在也使得北海道存在发生强震的很大可能，这一地区一直以来就非常不安全。千岛海沟的石胜近海在2003年发生过石胜冲大地震，震级达到 8.0 级，北海道观测到4米的海啸波。由于有首都直下地震、日本以南海域特大地震和中央构造线断层带特大地震潜在威胁，关东以及太平洋沿岸地区未来30年内发生强烈地震的概率也很大。日本东部和南部的城市譬如大阪、名古屋、东京、横滨、千叶等地方的发生震度6弱以上的较强地震的可能性都在45%以上。虽然日本海侧沿海地区发生强震概率相对较低，但类似于平成17年福冈县西方冲地震、平成19年能登半岛地震、平成28年10月鸟取县中部地震这样的局地大地震可能性依旧存在，都说不上安全。日本虽然防震减灾水平很高，但地震威胁非常多，历史上的地震灾害也非常大，在日本的华人和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都应该注意。